2021年7月31日，这是我今年第6次来龙洞拍右转。这次过程有点精彩，因为我拍着拍着，右转就飞到距离我大概10公尺的距离，不过根本来不及拍，就让它在我身旁10公尺这样冲过来又飞过去。那一段过程一两分钟，其实十分精彩，拍到的画面其实有点少。不过那时候幸好我在相机上加了一台 GoPro， 有录到整段它飞行的画面。那一次实在是很刺激，那次才观察到有准飞到最远500公尺外的山壁上休息。我用数位变焦4800mm 勉强拍得到。这是疫情解封后的第一次，解封后我就马上跑到龙洞拍有准。这是我第6次拍龙洞有准的影片。上次来这边是5月初。所以足足3个月没来了，5月后来没空了，然后后来遇到疫情，下去凉亭看一下，没有，也有日出。刚才在凉亭那里呢，大家站在山壁上，然后镜头对准它，拍不到一分钟就飞走，一飞到另外一边的山壁，所以现在来另外这边看一看。你走一小段就已经满身大汗，这去爬山的到底怎么戴口罩怎么爬山呢？今天是7月31号，然后这礼拜解封了，然后这边我大概快3个月没有来。在这，我那躲好远哦，这样距离应该有1公里了吧？大便，为什么只有这一只而已呢？还现在在换毛吧？我觉得脸型有点像母的吧？用大炮追它的时候呢，发现它停在对面这个山壁上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发现它停在这个山壁啊，不是距离太远了。我准备要回家了，因为它也不飞，然后差不多快11点。主要是我过来看看，飞了，看看，飞了。飞去哪里了？
漂亮，漂亮。谢谢。哇，十公尺！尴尬是没有追到他停哪里、啊。收工回家。今天呢，一开始来的时候呢，看到他对准他，我就飞走了。后来发现他停在快一公里的山壁上，然后呢，我就排了快半个钟头。然后飞走以后呢，我又等了好久，然后最后脚架都收好了要走了，他又在我前面山壁上飞了快好几分钟啊，最近十公尺那一段不晓得没有拍的，要回去看一下慢动作拍起来怎么样，我不确定我有追得上，不过 GoPro 应该有拍到。好，今天可以啊，明天再来溶洞，我这样我会迷上这里，明天又想来啊。不过这一次只看到母鸟，没有看到公鸟。